看这鱼游多欢实是吧？嗯，妈妈，看这几个没心没肺，身宽体胖，就长了个吃里眼的大鱼，以后就给这哭上鱼。老闺儿啊，你要是有时间的时候，你得整整你那学习了，别将来到时候人给你个棒棒糖，就让人拐走了。妈妈，你说唠唠嗑，你咋又唠上学习上了呢？我明天就成变形了二年级大孩子了，我现在压力很大的。你有啥压力呀、啊？明天又能看见你们同学了，又可以在一起好好玩耍了。还玩什么玩啊？我都上二年级了，那不然我要是再不好好学，你和我班的二五弟就成我将来奋斗的事业了。加油吧，宝贝儿。哎呦我的妈！